都直播10年了，我爸爸曾经说你直播不会直播到一个月。爸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已经直播10年了，怎么会不可能呢？幽静，窗外满地片片寒花，一瞬间永恒的时差，我在棉被里。倾听踏雪听沉默的声音，飘雪藏永恒的身影，雪树下等你。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，这冬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，渐入深夜或期盼天明，云空的泪一如冰临接近了，成雪花坠。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握紧棉被或面对寒冷。家人们，左上角福袋还在抽，苹果十五手机还有1分40秒开奖，我们快去参与起来吧。等一下还有1分40秒开奖了，左上角的福袋的苹果十五手机。是的是的，大家赶紧关注直播间参与抽奖吧。3、2、1。幽静寒风吹来一缕声音，一瞬间看着你走近，暖了我动心。雪听沉默的声音，飘雪藏永恒的身影，雪树下等你。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，这冬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，渐入深夜或期盼天明，云空的泪。